刚刚一列车长的白色。10月20号，马上南方晚上9:41。84003次哦。要沿一个树林之间快车。声音慢了，我困吧。4003次。10:40了，这个。还骑车门？我下面干嘛站呢？都钓不到，就刚好不行，还是叫那老板。4003次钓，看看。哎呀，树林的，因为501车往前开呀。关闭车门。拜拜。下面个马掌门都钓不到去了，不要那么，该是啊，就。